掀开经本，阿难问世佛吉凶经科会也第十五页，经文第二行看起。佛与阿难，夫为人者，当爱要人善，不可忌之。人有恶意向道德之人善事者，是恶意向佛无益也。这一段前面介绍过了，意犹未尽啊。前面我们讲到修身有次第，有过程啊，一定要从各无智之下手啊，无论是世法是佛法，都离不开这个原则啊。我们一定要真干啊，眼前有一点小的嗜好，要不能够舍弃，殊不知这小小的嗜好害了我们的大事人很不容易把这些小东西断掉的啊，这个小东西就是财色名食睡啊，名闻利养啊，哪一个人不贪爱呢？哪一个人不想得到呢？啊，佛法禁不禁止我们得到呢？说老实话，佛法并不禁止。大乘佛法讲的是你心清不清净，后面会讲到佛给我们讲，可得为世间事，不可得为世间意，关键在此地。你要有意呀，就坏了；你没有意呀，世间事没有妨碍，事事无碍，一有意就完了啊。佛对初学把这些事情禁止，劝我们不要去做啊。为什么呢？因为你的意呀放不下，它会增长你的恶意，这个事情麻烦就大了。所以世尊示现的苦行很有道理，他示现苦行是为我们呢。我们用苦行这种方式容易做到各无智之，是从这里下手，这样才能把自己提升到诚意正心啊，诚意正心，菩提心呐，菩提心才能发得出来。
佛在经上讲菩提心讲三个，儒家讲两个。啊，《大乘起心论》里面讲的直心、身心、大悲心，《观无量寿经》也讲三个：至诚心、身心、回向发愿心。我们把经论合起来看，意思就明显了。直心就是至诚心呢，儒家讲诚意，诚意就是至诚心。啊，正心他讲一个，佛家讲两个，正心是什么？身心大悲心。啊，佛家为什么讲两个呢？佛家讲自受用、他受用。至诚是体呀，有体有用啊。儒家是把自受用、他受用合在一起，正心。佛家讲的详细，自受用身心。啊，身心是什么呢？好善好德吧，就是当爱要人善呢，这就是身心啊。啊，大悲心呢，那就是促成别人的善行，看到别人善行啊，善心善行，不但不嫉妒，帮助他完成他，成人之美。这个功德是相等的，促成他。啊，像我们看的这个钟表，啊，钟表的作用是报时啊，准确的报时，报时是它的指针呐。但是你要晓得，这个指针的背面有多少零件，少一个螺丝，它报时就不准了。啊，帮助它报时准确的，就是后面许许多多的零件。啊，不要看一个小螺丝钉，它帮助它报时准确，小螺丝钉的功德跟那个指针有什么两样呢？所以我们要修集自己的功德，用随喜的方法了，这是最方便的了。啊，看到别人做好事情，我们帮他一把。怎么个办法呢？不外乎内财跟外财。啊，外财就是身外之物，看他有缺乏的，我们供养他。啊，这是用外财。啊，内财呢？我们的身、净寺啊。啊，假如自己有时间，现在讲的是做义工，啊，我们帮助他，口赞扬，我们实在没有时间，啊，没有办法去做义工，也没有啊财务啊来帮助他，赞叹，欢喜赞叹，啊，欢喜是意业，赞叹是口业。促成善行啊，我们发这个心，这样去做，
他做的那个善有多大，我的善心善行跟他一样大。啊，譬如钟表啊，它是外面的指针呢、啊，我们是里头的一个螺丝钉。成人之美也，这就对了，啊，这就是爱要人善。啊，那个恶意，这就错了。因为一个善人，他自己本身修养得很好，菩提心发了，啊，沉于中而行于外，他的言行善啊，首先一定感化他一家，如果他家里头不能感化，那他是假的，他怎么能叫别人？家齐而后国治，这是一定的道理啊！啊，家里人没有受感化，换句话，你本身做得不够，你要反求诸己，啊，本身做得不够，做得不够好。啊，家里面这些人为什么不听教诲？啊，现代确实比从前难度是大幅度的在增加。从前一般人接触外面的少，啊，受环境污染的机会少。现在天天看电视，天天看报纸，走出去跟广大人群接触，那都是染缸啊。接触的面大了，影响的范围大了，影响的力量啊非常强。在从前讲到齐家，自己能够做到五成六成就没有问题，今天做到十成做到十二成才行呐。我们想想我们做的够不够好呢？够不够十成十二成的圆满呢？自己要发奋努力呀，上求下化，广度众生呐。圆成佛道要从自己做人做起啊，所以常常要反省，我做的够不够好？如果不在这里下功夫，真正忏悔，真正改过自新，其他什么都是假的，都是空的。啊，不要说别人，自己管自己都管不了了，还能管别人吗？而别人是自己的一面镜子。啊，我这个家治不好，要反省自己。啊，我这个锅今天讲团体。啊，你是经商，你的公司，你的工厂，你的员工，啊，你带不好，回来想想我家有没有搞好？家和万事兴呐。啊，我们希望我们自己国家所有的
佛门四众弟子都能搞好，那首先想想我自己这个道场有没有搞好。啊，我们自己这个小道场这是家了，啊，像新加坡这个地区，啊，我们居士林净宗学会这是个家。新加坡所有佛教寺院庵堂，这是我们的国。我们这个家做好了，是他们的好榜样啊。啊，希望我们能够有好的影响，啊，带动佛法，这就对了。家齐而后国治啊！啊，再用整个新加坡的佛教，整个新加坡这个宗教的团结，去影响全世界，那就是平天下了。这是大事业，它是有程序的，一点都不乱的，是根源在修身。啊，我们明白这个道理，所以恶意向道德之人、善事者，他的居心，他的行为，他是在灭法，他是在害一切众生，害一切众生的法身慧命啊！这样的行为，果报跟佛相等。啊，古礼《礼记》里面讲的，四思无犯无隐，我们亲近一个善知识，以他为师，向他学习，啊，基本的态度，老师的教诲，我们决定不能够违反。我们自己对于一切问题的想法看法，在老师面前决定没有隐瞒。啊，为什么呢？老师便于教导。啊，有问有疑，一定要问。这一点很重要啊！啊，老师跟自己是最亲密的人啊，无话不谈呐，我们才能真正学到东西。啊，如果有隐瞒，这当中就有隔阂，我们的疑虑永远不能够化解，老师的真知灼见我们学不到。啊，这是中国人师生之间的关系。中国古籍里头还有记载的，敬贤受上上，这就是爱要人善的，看到善人贤人一定向国家推荐啊。
啊，从前国家的立法是这样的，能够为国家推荐贤人善人，国家最高的荣誉赏赐是颁赠给他，授贤进贤受上赏啊。那么由此可知啊，那害贤呢一定受上罚，这一定道理吗？这两极的吗？啊，你要是嫉妒伤害贤人，障碍贤人，你的罚是国家最严重的处罚。啊，国家不罚你，将来堕阿鼻地狱。幕后这一句是我亦向佛无异也，佛我们知道我亦向佛，果报决定在阿鼻地狱啊，为什么呢？无逆罪呀。诸位去读《地藏菩萨本愿经》，你就知道了。啊，无逆罪是大逆不道。第一个是杀父亲，第二个是杀母亲。没有想到啊，我们的生命从哪来的？啊，父母生我们，养育我们，婴儿的时候，三年不离怀抱啊，全心全力照顾啊，我们才能长成人呐。这个恩德不报，反而是杀害父母，这还得了吗？这个罪过是阿鼻地狱。第三个杀阿罗汉，就是此地讲的恶意向道德人善事者啊，阿罗汉真的是道德人呐、啊。是善思啊！啊，为什么呢？阿罗汉自私自利的念头没有了，见思烦恼断了，见烦恼里面头一个执着身是我。叫身见，我们今天讲的自私自利，阿罗汉没有自私自利，不但阿罗汉没有，须陀洹都没有了啊！所以我们学佛要有慧眼，一个人自私自利还没有放弃掉，他连阿须陀洹果也没证得。更重要的，我们常常要自己反省，向内反省，我有没有把自私自利断掉？如果我还有自私自利念头，起心动念，我的利益，我的好处，那么你就晓得你是在什么果位上。不能不知道啊，我们是佛门以外啊，没进门呢、啊、须陀洹是小学一年级啊，那我们再好，还是在念幼稚园，
有什么了不起？有什么值得骄傲的？一年级都没有份嘛。啊，阿罗汉在大乘原教里面七年级了，啊，见思烦恼断尽了。他是圣人，克无自知啊，那个无他克了。啊，所以这是个道德之人。这是我们世间人的好榜样、好模范啊！何况菩萨佛啊，更高级的你害他戒罪，不是他一个人啊！你要是他一个人的戒罪，那个罪没这么大。我们常讲了，佛法里面讲戒罪啊。是他的影响深广，他在这个世间是这一个地区人的好榜样，有形无形，潜移默化，这个地区人都得他的好处。道德之人所住之处啊，诸佛护念，龙天善神拥护啊，这个地方天灾人祸会减少。啊，这些好处是一般人见不到的，也想不到的，但它真的有好处。啊，所以你要是害他，你不就害众生吗？从众生那边结罪业，所以你的果报才在阿鼻地狱。啊，无间地狱。啊，这是讲的善人，道德之人。如果是菩萨，他的影响面会更大，影响的时间会更长。那你要是恶意对他，罪就更重了。对罗汉菩萨都这么严重的罪，那对佛还得了吗？佛的福报太大了，没有人能害佛。啊，提婆大多想尽方法害佛，也不过是让佛的身上出一点血而已。啊，佛有护法神保佑啊。所以五逆罪第四条辍佛身学啊，这个典故是从提婆达多来的。啊，提婆达多想害释迦牟尼佛。啊，知道佛每一天去到这个城里托钵，他走的这个路有一段里面呢是个悬崖，他在那个顶上呢准备了一个大石头，看释迦牟尼佛头底下走过，把石头推下去的时候，想把释迦牟尼佛砸死。啊，护法神，啊，韦陀菩萨了，用金刚杵啊在空中把石头拦截了，石头碎了，碎石落下去。释迦牟尼佛脚
碰到一点血，触浮渗血。啊，这是恶意向佛。最后一条呢，破活合僧。啊，这个僧团是如法的僧团。啊，大家在一块共修，你在那里挑拨是非，使这个僧团不和，这是第五条的大逆不道的罪行。这五种啊，果报感阿鼻地狱。所以佛在此地讲的这个话讲得很重很重啊，恶意向道德善事等于恶意向佛为。人生在世，何必造这样的重罪呢？不值得。啊，道德善人肯定心同佛，愿同佛，行同佛，言教同佛，所以他住在这个世界，不为自己，如果要是为自己，就是虚脱还苦，都有能力自在往生。不要说真的虚脱还苦了，比这个再往下一等啊，我们把水平往下降，念佛功夫成片的人，就能够自在往生了。功夫成片也有三倍九品。啊，上三品的人功夫成片，这个我们努力都能做得到。啊，他见识烦恼断了没有呢？说老实话，一品都没断。啊，但是他的功夫得力，功夫得力的意思就是烦恼虽然没有断，他不起现行。烦恼是有，但是不起作用。啊，身见没破，这烦恼没断呢。可是自私自利的念头啊，完全被控制了。啊，绝对不起作用。起心动念一定是利益众生，利益佛法，他绝不想自己。这个叫福烦恼，没断烦恼。啊，就是说他功夫得力了，他警觉性高啊。古大德所说的不怕念起，只怕觉迟，他觉得快啊，他的觉有力量啊，把自己一些不善的烦恼习气他通通能控制得住，而且控制得很自然啊，决定不让他发作，这样的人就能自在往生啊，他想什么时候往生什么时候就可以往生。这个实在讲，我们每个人都做得到啊！啊，关键呢，就在你能不能放下。
你能放下了，你就能做到。这些都是道德善人呐、他能走，能够自在往生，他不往生，他还要多住几年。那为什么呢？为众生呐、为正法救助啊。我们常讲的为续佛慧命，为弘法利生，绝不为自己。所以他的心愿言行跟佛一样啊，视线在这个世间待佛教化众生，这是真正的佛弟子啊。我们明白了，全心全力帮助他，成就他无量无边的功德，等于帮助佛住持教化众生，没有两样啊！如果我们的念头错了，还要想办法去障碍他，去害他，那错了。大错特错了。真的是地狱无门，你偏偏要进来。为什么会造这种罪业呢？无非是嫉妒障碍。所以这嫉妒心不得了啊。它是嗔恚心里头的一分呢，是堕三恶道最重要的因素啊。因此，我们如何把自己的嫉妒心转过来啊，转变成随喜的心？恒顺众生，随喜功德，随喜功德不可思议，由此可知，凡圣确实在一念之间，我们如何把这个念头转过来？这一点非常重要。请看下文。临池万旦奴自舍身，不可恶意相持。佛在这里用个比喻，为我们说明这一桩事情的严重性。一担是120斤，这是中国古时候度量衡的单位。万担，这是比喻。弩是弓箭里面的一种，通常我们看到古代人射箭，这个弓拉开，射箭一支，这是叫弓箭。弩呢，它这拉开可以射很多支箭，
像我们现在这个枪支里面机关枪一样，啊，同时可以发射这个三支以上的箭，这叫弩弓。啊，那么这个弩弓的时候，力量很强，啊，所以这个弓拉开的时候啊，这是需要几百斤这种力量，啊，所以万弹弩啊，这是形容，啊，非常强的弩弓，自射身呐。啊，射自己的身，不可恶意相知，这射自己身，自己身体死了。啊，身体死了不怕，他不堕恶道啊。啊，不可恶意相知。啊，万弹弩射身都可以，不可以用恶意相。道德之人善死，佛用这个比喻来劝导我们。啊，接着佛就说了：“佛言阿难，自摄身为痛佛啊！”阿难言：“甚痛，甚痛啊！”啊，这个话容易懂啊！啊，佛问阿难。以这么强的弩弓，啊，自射身痛不痛？那当然非常痛苦啊！佛言，啊，这个世尊是阿难成佛的。佛言：人持恶意相道的人，其善死者，痛具弩射身也。这是用法在后这个比喻啊，佛说人以恶意向道德之人向善思，你将来遭遇的痛苦比万弹弩射身不知道要严重多少倍啊。这个事情有几个人能知道呢？果报必定在三途啊！不能不知道啊！在佛法里面啊，佛法确确实实是讲因果的。而因果的记载在中国史书上每一个朝代都记载的很多这些例子啊。前清啊，这是从前李老师讲这个经的时候跟我们说出这个故事啊，我记得不太清楚了，有这个模糊的印象。秦桧歧视诸身，啊，我想现在有很多地方出版的这个因果报应的书应该可以查得到啊，清朝不知道是哪一个年代杀猪的时候，去掉毛之后在猪肚子底下的时候
有勤愧其事身，啊，那我们知道勤愧也是嫉妒成慧呀，谋害了尽忠报国的岳飞。死了以后，当然是堕地狱。啊，秦桧杀岳飞，实实在在讲，祸国殃民呐！因为在那个时候，国家的形势。啊，岳飞确确实实有能力打败金兵啊，有能力将徽庆二宗这两个皇帝被这个金人俘虏过去了，可以把他们迎接回来，保住国家的领土啊。啊，秦桧实在是我们也能够想象得到，他为什么要谋害岳飞，还不是希望保持自己宰相的地位。如果这个战事结束了，宋朝跟秦讲和了，岳飞的功劳抵大了，换一句话说，他怕他将来回国之后做宰相取代他的地位，他恐惧了啊。那么正好这个时候皇帝是高宗，也是个糊涂人啊，他想想庆宗是他的哥哥，大不了几岁，如果庆宗回来之后怎么办，这皇帝位置是不是让给哥哥啊，老皇帝的爸爸回来了，哥哥回来了怎么办，所以高宗不想把皇帝位置让给他哥哥，换一句话说不想他们两个人回来，这两个人志同道合啊，为了自私自利，不顾国家民族的利益，不顾国民全国国民的利益，干了这么一桩傻事情。啊，连金人都批评了，杀岳飞呀，使宋朝自毁万里长城。啊，根据许多书籍里面记载，秦桧死后啊，堕地狱。啊，那么宋朝到满清，时间并不长啊，啊，大概只有七八百年。秦桧就离开地狱了，变畜生还债了。那么我们想想，地狱里面果报很苦，时间很长，都是论劫数算的，为什么几百年呢秦桧就离开地狱了？
这个里头我们一定要懂。现在讲话比较好讲了，时差不一样啊。我们人间跟天上有时差啊，这个佛在经上讲得很清楚的啊。譬如忉利天，忉利天的一天是我们人间100年，时差了。那可能是呢，我们人间一年就是地狱里头的几百年了啊，地狱苦啊，是度日如年。我们从这个往上推，这个就有个概念了。啊，你不是夜摩天，夜摩天的一天是我们人间200年，斗率天的一天是我们人间400年。啊，有这么大的时差。啊，往下去了，那当然是我们这时间长了嘛。啊，像轨道里面，啊，地狱道，时差一定是更大了。啊，所以他在地狱里面感受，已经是几个大劫了。罪报。报尽之后，再到恶鬼道，到畜生道还债嘛。夜因果报，丝毫不爽啊！这个道理我们要明白，事实真相要搞清楚。我们才真正了解佛在此地说的意思。啊，佛劝导我们的话，句句都是真实。啊，佛绝对不会像我们一般人用什么威胁利诱，佛没有。佛是真诚心。没有一丝毫虚伪，没有一丝毫假设，没有。啊，佛是真于者、实于者、如于者啊！啊，跟我们讲的全是事实真相。啊，所以我们一定要知道啊。这个因果报应的厉害啊，不能干这些傻事。确定自己这一生的目标方向啊，我们这一生到这个世间来干什么的啊？是来造恶业的吗？那就错了，不应该呀！啊，遇不到佛法，实在讲非常遗憾，那就是佛在经上讲的了。你到世间来干什么的？来酬偿业报的，人生酬业。这是佛说的。啊，一句话就说尽了，你到世间来干什么呢？啊，过去造的善业，你来享福；过去是造的恶业，你来受罪。啊，你来就是干这个的。啊，可是人道，这个天然的条件就好。为什么呢？苦
苦多乐少啊，容易觉悟。这是在哪一道里头啊，都不能够跟人道比的，容易觉悟啊。诸佛菩萨了，就在这个地方啊，普遍的实行，给你机会。你要是遇到抓住了，哎，你这一生就有可能脱离六道轮回了，有可能圆成佛道了。所以才说人生难得，佛法难闻呐！我们的人生，哎呀，真的有这个好运，遇到佛法了。所以我们自己这一生的目标方向，就转变了。我们是不是来酬业的呢？不是。来干什么？来做佛的，来消业做佛。消业一定要把自己烦恼习气放下了。难咬紧牙根，就变成不难了。你比如一般我们讲最普通的，一般人讲吃素难呐，这不吃肉怎么行啊？我们醒悟过来了。把这个放下了，别人认为难的，我们今天不难了。素食里面，我们今天过的是最简单的素食生活，不是一般人讲究那么丰盛呐。我们每天一个菜两个菜够了。人家要吃三餐饭，我们今天把晚上断掉也很正常啊。所以现在有许多同学看到我法师啊，你瘦了很多啊。我告诉了大家，我现在这个晚上这一餐断掉了，那怎么行啊？多少人来劝我还有人找到医生大夫来劝我，在营养上说了那么一大套我还是坚持我的生活方式，越简单越好瘦一点有什么关系呢？中国古人不是常讲吗？人生难买老来瘦啊。我的老师李炳南老居士瘦瘦的人健康长寿啊！你看肥肥胖胖的人呢，健康长寿的人少，瘦的人健康长寿的多所以瘦只要健康，只要没有病，只要精神饱满就好不一定呢要白白胖胖我们这个观念要把它转过来。好，今天时间到了，我们就讲到此地明天我们还继续讲。